凡服工业为伐类专业加工企业，成立于1971年，具有52年制造、锻造球伐与铜零件的经验。而目前主要生产伐类的零件有球伐、铜类接头、锻造铜零件等。除了生产制造以外，也为客户提供一条龙式的完整服务。除了台湾内销以外，主要产品也外销至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等国家。20年前是大量生产年代，那时候我们主要使用专用漆在量产球伐，但近年来消费形态改变为少量多样化，使我们需要变化不同的生产模式。如此转变，再加上生产精度上的要求提升，因此考虑购买泛用漆来生产。因缘际会下，有人对我们介绍了东台，且告知东台可以帮客户做生产线的规划与制程安排，因此找到东台。生产方式从专用机转向泛用机生产，过程需要解决相当多的问题，如何保有专用机的效率，又要能够快速更换加工，并且加工的重复精度需达到标准。东台推出 DrTT 工业医生服务，可针对客户不同的需求协助并提供解决方案，不论是软体、硬体或管理工具，均可一次解决。刚了解凡服的问题点后，我们在规划初期先了解客户的生产模式，以机台操作与产量产出程序为目标，相互配合找出最佳解决方案。TMV1050Q2 是用途十分广泛且高弹性的泛用机，适用于各个领域。除了高刚性与良好的定位精度外，也因为空间及行程的因素选择了它。东台指导客户了解并安全的操作机台，现场以互动的方式解决加工的难题。现在凡服已可顺利的量产，对比以往专用机的生产方式，节省很多更换刀模具的时间，也节省很多人工成本。目前我们和东台合作1年多，东台不止生产机台，提供教育训练，也提供完整的生产方案，整体的服务流程相当的顺畅，节省双方很多沟通的时间。市场变化很快，传统工厂势必要走向数位的转型才能满足现况。现在我们节省了很多除外工时，并且员工的效率也有显著的提升，掌握了生产节奏，也增加了市场竞争力。